官假多多，警员年假不能休，滥用职权虐待下属，公道何在？上位长官为了仕途啊，滥用警察，滥用职权凌虐部署啊！我们现在用我们的无声的抗议啊！今天就算我被抓了哈，我也一样会撒出来。前面，这边记者才照得到。12月17号，请吴一中委员啊为基层发声，然后呢，希望说能让他们有年假可以返乡。结果呢，大家都在12月底跟1月的时候啊拿到了假，大家都已经开始订票订什么。结果我们很遗憾，首都台北市他居然用动用6年条款来恶意欺凌哦我们的基层员警。搞得这些订到船票、车票、机票的人哦，完全无法返家。每个人哦，人心惶惶。有的人哦，我们今天早上接到一堆眷属的电话，都在哭泣。他们心想说，要让他们回家有这么难吗？这些过劳死的人啊，赶紧过来现场，看看你们长官是怎么对待活的人。只不过是要个3天的假。居然这么难，我们真的很遗憾。到底谁能保护这些没有办法出生的警员呢？预防性，好、哦，他就觉得说，哎、欸，你可能会在这个管区跟人家很好，你可能收钱啊，什么什么什么。可是我们觉得说，你不能因为个案，然后你就抹煞所有警员辛苦。好，那你就算今天你要用6年条款，你事实上已经到过年前了。你春安下礼拜就要开始1月21号嘛，你需要在1月14号大调动吗？所以像过年用6年条款这种方式去调动是很少，就今年特别的这样的状况。对啊，因为我们要求放年假，我们12月17号开了一个记者会，我们是说因为外岛、离岛、花东、屏东这些人买不到票回家，就是说希望能提早让他们知道自己休什么时候，不要再用绩效来绑住年假。好，他们也有权利休假，他们没有要6天嘛？你们说长官都休6天，他们没有6天呢、啊。好，他们2天、3天，他们就已经很开心了。就算要真的要花1天的行程在车上，他们也彼此摸一摸，只不过为了回家吃顿饭。真的有这么难吗？好，结果没事，我们大家都以为没事咯。好，怎么台北市突然间弄一个6年条款，而且在这个时候调动，搞得所有台北市基层每个人士气大落。台北市万华也还没给年假，北投也还没有给年假，其实很多地方都还没有给年假。那他们只是一个小小的奢求，就是住远嘛，台北市房价那么贵，警察只租房子，几乎都是离乡背景。难得在我们12月17号请吴委员帮我们发声，然后警署也觉得说可以做到这一点点小小的梦，结果你们的一份公文就让他们梦碎。我们15号要跟你们台北市协调，在台北市议会，我们请应小薇议员，下午2点，你们松山分局的。你们40分局的调动，103年1月14号星期二起生效，依规定按理办理，离报到手续。这一份上面没有所谓的是所长，这份报告上面全部都是警员，而且这份报告上面，我们现在收到的资料，很多都没有到6年。如果一个首都全部都动，其他县市不会跟进吗？一定会。你只要一调动，你到那个地方你就没有办法休假，因为你到一个新的地方，你要先熟悉环境，然后每个人的假都会重叠，就要开始重新排班表。你不可能，因为你年假是用抽签的嘛，第一梯、第二梯嘛，然后有的是按轮休嘛。那你刚去的时候，你轮休你怎么弄？我们会觉得说你过完年，好、哦，你让人家安心能返家，然后过完年你再怎么调动，我们都没有声音。那我承诺给各位，就是说我下去以后马上发一个通报啊，要求各分局所谓预防性轮调工作者，对于我们原来在还没轮调派出所已经有休假
有休假，做准备。所谓准备是包括了车票或机票已经买好的，调到别的派出所，那一个派出所一定要按照原来的这个时间给他去休假，不要去那个，因为已经有的已经调动，也没办法再说。他这样过去的话，会影响到这边新的人。新的派出所这些人休假权利啊？不对，我跟陈校长报告一下，我刚才讲到，因为这个事情，我既然已经用警察局名义下去，你就要帮我处理。那今天我答应是说，用我们警察局杜拉市的名义我去，如果还有个案，请陈校长或那一位同仁打电话给我，我来负责去协调。我已经要求各分局，如果没有，我就违分局长试问。如果影响到他，我就违。但是问题是我刚才讲过，你们来的时候像中山分局，我不可能说今天发表命令已经报到了，你又把它撤回来再重新发表一次，说啊你们再重新，人家东西都已经搬过去了。对啊，那现在我们的意思是说，好，那没关系，现在只有中山跟那个士林这样子嘛。那万华现在还没出来啊，北投现在还没出来，他们都还在开会研讨调动问题嘛。那是不是这些所有的分局还没有调动的，是不是可以先等过完去了？这个东西我们也考虑到说公平性，如果今天同样士林分局去做这个事，结果我们现在下一个部门说啊，其他分局不要做了，当然说中山跟其他的分局说，哎，那为什么我们先做的对同仁就不好像权益上又有点好像不太公平，那所以我即使他们要做，我们还是让他去从事预防性轮调，因为这个是警察局的公文。但是我就是会承诺，我今天下班之前就会把这个通报出去。我是觉得这一次的预防性的轮调，各分局做的太慢了，其实应该是每半年啊，应该我们限定，比如说七月、十二月就要把它调整好。这个部分我也会在公文里面写好，不然我也看到这个瑕疵在，因为你现在元月份才调，如果说是十二月底跟六月底之前。做预防性轮调，以后就没有这个问题。如果这一次给我们一点教训，就是说，也不是教训了，就是给我们一点提醒，说，哎，以后你调整的时候不要再年夜份，因为大部分春节都是年夜份。我们以后立定到杜拉市也知道，写的时候也把这个写上去，就是以后希望能够在六月底跟十二月底之前完成这个。预防性的轮调，我想这样的话就会避开这个。我们事实上那天有在讨论这个问题。我们也希望我们的警察快快乐乐的服勤啊，快快乐乐的为老百姓服务啊，对不对？不要让他愁眉苦脸，这个所以现在很简单嘛，塞信杯啊，你们赶紧去决定嘛，对不对？塞信杯影响到我们这些的。对呀、啊，对，当然，所以我们也希望警察能够很高兴啊，大家都快快乐乐。对，有休假，那我们也可以照顾到。对，我们也希望这样子啊。所以那我觉得很简单，你们就赶紧去开，告诉我们一个答案结果。